经过这几年的康复训练，再加上平时装外骨骼，还有就是平时在家里面自己做一些康复训练呢，这些的话还是恢复的蛮多的。没有哪个医院哪个医生说能够治愈好脊髓损伤，因为这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，所以说现在我能站起来的话都确实算是一个奇迹了。